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刮这一张幸运777刮刮乐，每张售价是新台币100元，头奖奖金有70万元哦，还有超过8万个700元含以上的奖项。这次挑选的尾数是93号，尾数93号的幸运777刮刮乐啦。好，马上开始来刮吧，先来刮左边这边好了，左边这边刮出三个相同金额即得该奖额，或者刮出一个七即得奖金700元啊。好，马上来刮这里，来一个七，还是三个相同金额都可以，100，7000，300，100，所以再一个100就回本了，再一个100就回本，那如果再刮到就是赚了，来700，哇，目前还没有三个相同的，应该还有个数字吧，多少啊，哇，7000啊，所以左边这边没中，没错吧，应该是没错，100 700 7000 7000，要三个相同的，只有两个7000啊， OK， 所以左边这边没中啦，没关系，来看右边这边吧，右边这边游戏方式在这边，在任意对角线、直线或横线刮出三个07，即得奖金栏的奖额。好，先把奖金栏奖额刮出来吧。奖金栏多少钱呢？100元啊，也好啦，如果可以中100，也是回一本嘛，等于是免费玩一张刮刮乐，对不对？总比没中好啦，对不对？100元应该很有机会吧？来，三个七。第一个七出现了，第二个七了，有没有可能这直接就连成一线呢？哇，第二个这边是五啊，真是的，想说100元应该很简单才对，中间是四，哇，所以下面这条就没有意义了，下面这是七。好嘞，看这边六，哇，所以这里呢八，这也太小气了吧，连100元都不给哦，这个奖金栏才100而已，看起来已经没办法连线了，对不对？777，这边已经就算这边有七也没有用了啊，应该没错吧，把它刮完看看，应该是没错吧，对啊，这两个都七啊，没错，这样子就算刮完，你看两个都七也没有用，又没有连线了，哇，这100元的奖金都不给啊，太小气太小气，太过分了啦，所以这一张做公益了啦。好，就来总结一下吧，这一张售价新台币100元的幸运777刮刮乐，尾数93号，宣告杠估，做了100块钱的公益。好，那就谢谢大家观赏，再见咯，拜拜。